9月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引发香港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华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行政总裁杨玉川指出，前海是内地唯一一个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累计注册港资企业 1.15万家， 注册资本 1.28万亿元人民币。 实际利用港资占前海实际利用外资的 92.4%， 在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了桥头堡的作用。首先呢，就是会带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因为香港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产业老化呀，这个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呐，这个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这么一个困境。 所以经济一直增长的速度不太高，但是如果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前海这个合作区这么一个比较大的腹地，首先呢就可以让发挥香港的这些现代服务业的优势啊，让香港的这些服务业呢可以到内地去发挥。另外一方面的话呢，通过在这个合作区， 香港前海合作区取得了足够的经验，它还可以向更大的腹地，向这个大湾区或者通过大湾区向全国发展。所以就说它这个合作区的话呢，应该说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呢，短期就很有利，因为马上及时就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空间，长期它就更有利，因为它可能如果成功的话呢，它可能会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可以供它发挥。除服务贸易、 金融领域的合作外，方案中还明确了两地法律事务合作的内容，其中提到探索建立前海合作区与港澳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交流新机制，深化前海合作区内地与港澳律师事务所合伙联营机制改革，支持鼓励外国和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前海合作区设立代表机构。对此， 香港高等法院职业大律师吴英鹏表示，合作区的设立让香港律师能够发挥专业优势，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城市发展，探索更多新的可能。本次新方案的发布进一步提升了前海深港合作区内法律行业对外开放的水平，一方面呢为香港的法律职业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增加了业务机遇。 另一方面，新方案也探索衔接不同法系的规则，集众家之所长，通过香港国际化的法律服务业带动合作区内法律行业的国际化，让合作区呢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我想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应当积极把握这一次开拓业务，贡献深港合作和湾区发展的机遇。青年人的发展关乎香港的未来， 中央和特区政府一直关注香港青年的成长与发展。在香港青年创业家总商会主席谢海发看来，此次中央公布的方案勾画了未来前海的发展蓝图，也为香港的有志青年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新创业舞台。深圳前海一直是香港青年创新创业的摇篮，过去我们商会帮助不少青年人在前海创业， 今次中央公布的政策将会大力更多的机遇，因为我们了解到在打造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的进程，将以港澳青年梦工场、青创生态谷等为载体，深入实施前海港澳青年招聘计划，为我们香港的青年的实习、就业、创新、创业提供平台、岗位以及配套的扶持资金、住房保障等。我相信香港青年熟悉两文三语， 具国际视野，有我们独特的优势，在国家的支持底下，我们更加应当抓住机遇，大显身手。